如果大家想看或者想要讨论更多钢炼手游资讯，欢迎扫码加入钢炼手游赖社群与玩家们讨论。FB 粉丝团也会不定时更新钢炼手游相关攻略资料。最后别忘记帮三毛数值三连起来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通知哟。我是三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